道一口得得着人处，且饶人一点实话，可以转个弯说；二点冷冰冰的话，可以加热了说；三点批评人的话，一对一的说。要顾及别人的自尊，二长得赞美别人，学会鼓掌一点，每个人都需要来自他人的掌声。二点为他人喝彩是每个人的责任。三点不懂鼓掌的人，人生太狭隘。四点一赞值千金。五点点给别人掌声其实是给自己掌声。三面得不给面子是最大的无礼。一点中国人最讲究的是面子。二点任何时候给对方一个体面的台阶。三点看破别说破，面子上好过。四点伤什么点伤人面子。五点点千万不要揭人老底。四信任得生性多疑的人不可能有真朋友。一点被人信任是一种幸福。二点有多少信任就有多少成功的机会。三点疑人不交交人不疑。五点方便得与人方便自己方便。一点点请主动做做。二点与人方便自无己方便。三点在他人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扶一把。四点为对方着想替自打算。六礼节得有礼走遍天下。一点彬彬有礼方能魅力四射。二点礼多人不怪。三点点送礼送到位七先让得锋芒毕露者处处树暗敌。一点且记锋芒毕露。二点放下身段降低自己。三点勿在失意者面前谈论你的得意。四点人前勿张狂人后别得意为人应低调。八礼节得人人都渴望他人的认可。一点礼节就是给人方便。二点理解一般人不能理解的事。三点换位思考替别人着想。九点尊重得把别人的自尊放在第一位。一点努力使人感到他的尊严。二点点给弱者的尊重更可贵。三点真正的高手好像平平常常。四点地位越高越不能轻视别人。五点把别人放在心上时帮助得关键时刻谁不希望有人拉一把。一点无私胜有私。二点你的好别人是会记住的。十一诚信得无信不立狡诈者必无朋友。一点诚信为本重诺守信。二点诚信深入人心成功接踵而至。三点失去诚信百事不可为。四点任何理由都无法解释自己的失信。十二时会得空头支票万万开不得。一点取之以利小之以利。二点不以利益大小亲疏你的朋友。三点尽可能满足对方的欲望。十三虚心得让别人显得高人一等。一点要一点含蓄要一点谦逊。二点虚心万事能成自满时是就空。三点虚心求教成就大业时四心上德
使别人拥有优越感一点，渴望被欣赏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二点，高帽子的成本最低。三点，要及时肯定别人的长处。十五，感恩得，不感恩就别指望有下次。一点，感恩是一种歌唱生活的方式。二点，及时感激，切莫等到花儿都谢了。三点，感谢你的对手。十六，援助得雪中送炭，为难之中献真情。一点，别忘了买人情，原始苦。二点点，当别人为难时伸手援助。三点，援助人时要让对方乐于接受。十七，激情得个社会沉闷者太多。一点，成功需要激情。二点，开朗热情坚冰和融。三点，用100的激情去实现乙的可能。十八，形象得使自己形象成为一流品牌。一点，名誉比金钱更珍贵。二点，好形象容易获得认同与喜爱。三点，你的形象价值百万。十九，爱心得爱像春日的阳光。一点，永存仁爱之心。二点，仁爱之人亦或他人合作。二十，笑脸得没人会拒绝真诚的微笑。一点，愿微笑之花开遍人间。二点，微笑是人际交往的万能钥匙。三点，用微笑轻松应付对手的挑衅。四点，微笑着挣钱。二十一，宽容得容不下别人是因为自己太狭隘。一点点，以容忍改变能够改变的。二点，宽容为怀赢取人心。三点，学会原谅别人的过失。四点，有时良好的关系是忍出来的。二十二，合作的资源分享利益均沾。一点，合作是最有效率的借力方法。二点点，合作才能双赢。二十三，善良得没有人不想与善者为伍为邻。未有一点，为善者可服人。二点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三点，善待每一颗心。四点，美德生命中最闪光的部分。二十四，倾听得多看多听少开口。一点，会倾听者得人心。二点，倾听是最好的恭维。二十五，宽恕得感谢所有折磨你的人。一点，恕人之过方显大家本色。二点，和为贵则人不可太严。三点，让仇恨之树长出宽恕的鲜花。所以说得道多助得失寡助。